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洛建佑奋战三局逆转胜卢光主晋级十六强。首局开局双方八平后，洛建佑连拿三分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虽然比分一度拉锯至25平，但卢光主成功以27-25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方四平后，洛建佑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5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方各得10分，让洛建佑以21-15扳回局。第三局开局，洛建佑强势打了一波11-2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洛建佑再打了一波10-3，以21-5拿下比赛。